咁你最觉得最低估到爸爸嘅系咩咧？最低估爸爸系咩？低估啊！你估唔到就系咁样嘅，其实佢应该唔系咁。点知低估系接受颜色嘅程度咯？我爸爸有啲色弱嘅，我成日攞呢样嘢嚟笑佢。佢分唔到，譬如以前睇我哋去睇波咧，愉丸对南华系唔知道边度打边队嘅。即系哦，愉丸系绿色嘅，绿色蓝，即系南华就红色噶嘛。哦，即系佢喺边？红同绿系分唔到嘅。哦，佢喺呢个方面。系啊，你成日我哋成日都笑佢咧，话喂，你见唔到有花？边度有花？全部都草嚟，即系叶点去花啫。如果佢绿色同红色系分唔出嘅。O K。系啦，但系佢退休之后咧，就开始着嗰啲唔系绿色嘅衫。咁但系佢有冇发觉到，即系佢会衬错衫？有时出街嘅时候，你同佢讲爸爸。好似我开头以为佢系衬错，但原来佢系特登嘅，专登撞嘅。我谂系啦，撞颜色嘅。我有时有啲衫，我话喂，佢成日觉得我系你哋咧，其实做艺人咧，即系咁多衫着咗，可能一次又一两次之后就唔要，咁你喺度做咩？咁我解释俾佢听，有阵时会点样摆啦。喂，唔使，其实呢啲你可以俾我，大家差唔多身形咁。我俾我啊，有啲。好行下喎，你得唔得啊？都唔唔得啊，真系吓，我啲红红绿绿嘅，得唔得啊？咁样咁有咩唔得啫？你唔得嗰啲俾我啦，咁样。O K， 我真系可以着晒上身嘅。O K， 系啦。其实原来朝头早晨运嗰阵时咧，离远可以睇得到。我谂其实系咪你阿妈整鬼你老豆？每一日就同佢衬一套好行嘅，但系错晒嘅。咁佢先至可以少啲桃花运啊嘛，系咪啫？佢惊你可你大家都见到黑勤咁靓仔嘛，佢爸爸应该都系即系不遑多让啊嘛，系咪先？都系 fit 嗰啲嚟噶嘛，啲嚟噶嘛，啲嚟噶嘛，系啊。所以咪咯，其实可能你阿妈作怪啲嘢。